们现在到溥仪的家张园。去大众点评评论就可以免费一张明信片，点个赞。是孙中山那时候住在张园的卧室，天下为公。这个空间很漂亮哦。西开天主堂，我们要进去。我们在古文化街啦，跳蚤市场。他们的招牌超像是古装剧里面的那一种。我们现在在天津的水上公园，它真的只是一个公园而已。我们在金湾广场，漂亮哦！这里是都市哎。现在是我们学校的海棠花季，然后现在到处校园都是花。